2022年，我们找回了生活的节奏，找回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而你的心解封了吗？88个小时的相处，卸下所有包袱，全心全意投入。年轻就该肆意挥洒，喜欢就该主动出击，认真感受每一刻心动。恋爱感觉至上，时间会一再错过缘分，但却夺不走此刻。如果我是遇到我喜欢的，我会很主动。我今天会有机会收到你的影片吗？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可以聊一下天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就约你在五楼天台。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细心的女生，然后我想这几年再认识你还有了解你多一点。期待过后会有什么火花，会擦出什么火花这样啦。所以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啦。可能你还不是很认识我，不要紧，我还是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。有感觉了 ，Why not？